浮夸系对上务实系，战利品高下立见。个人很喜欢粉红色，所以我只要看到粉红色的东西，我都会直接买。然后像是这种大象买回来也不知道干嘛。你这连 Apple Watch 上的字都粉红色。对，我手上这只，我当初买是20几，然后现在已经涨到200。真的假的啦？哎，毕业表啊，光光，你们买的这些东西到底啊有什么用呢？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